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大家上午好，请坐。我们今天继续来举行修行与生活座谈会。那么这个座谈会呀，到今天已经是第26次了。每一次呢，我们有2小时共同来讨论佛法和这个世间有一些困惑我们来一起研讨，共同提升。那么这是可以说是通过现代的科技也架设了心理上的桥梁。那么这个平台，我们可以说呢，从中都有很大的受益。不仅是很多的这些同修们来函，说这个座谈会很有收获。就是我自己本人，在这里也是获益匪浅，因为大家所提的这些问题，对于墨学来讲，等于是这个修行上的、学问上的考试。那么很多的问题呢，也触发了墨学的思考，以及这个深入的探究，所以对墨学的提升是莫大的帮助在这里呢，也感恩诸位大德的参与和支持。那我们今天呢，收到网上不少同修的来函，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尊敬的钟博士，您好，我有个素食的问题向您请教。我姥姥信佛多年，吃素吃了很长时间，她现在80多岁，最近开始吃鸡蛋、喝牛奶。她卧床不起，身体严重缺少蛋白质，医生让喝肉汤，结果曾经喝过一点，现在不喝了。蛋白补不上，身体极度虚弱，天天吃豆腐脑不管事。请问能否补过来？我原来吃肉，身体并不太好，现在几乎不吃肉，但是身体未见好转。旁边的人劝我吃鸡蛋、喝牛奶，听报上说吃素之后呢？有人身体不好，可以少吃肉。我担心吃素之后呢，老年身体会缺钙，像我姥姥一样卧床不起，请钟博士慈悲开示。这个关于素食的问题我们既要在世间法上谈，也要在佛法上来谈。这个世间法上，我们都希望自己这一生身体健康，能够寿命很长而且是活得健康的这样寿命长，而不是到老了身体不好了，躺在病床上了，这样子寿命就没有质量。那么吃素决定是对于身体有很大的帮助。人本来天生就是一个素食动物。从身体的构造来讲，你看人他的这个肠子是人身体的4到5倍这么长。
那么这种肠子的长度啊，决定了人应该吃素而不应该吃肉。你看那些肉食动物啊，老虎啊、狮子啊、豹啊，啊这些呢，它们的肠子都很短，所以肉吃进去以后啊，很快呢就被排出来了，不会在自己的肠胃里面呢滞留很长时间，因为肉食容易啊腐坏。如果在自己的肠子里啊待的时间久，啊很久都排不出来。这样就会发生啊病变，但不像肉食动物，它排得很快，它肠子短，啊，那么人如果是吃素的话，那么素食它腐坏的时间呢是比较长的，而且呢产生的毒素啊没有肉食那么多。所以你看看肉食如果在肠子里，人的体温这么高，放置这么久，不要说在人体里面的啊，有36、37度的高温，就是在放在那个户外啊，有30度温度啊，它放一天也就坏了，啊，腐臭了。那肉在这个肠子里要排出来，至少得2、3天。那你就想想，这个人身体上啊有多少毒素啊？如果不是啊，我们靠这个肝来解毒，靠肾来排毒，那么这样子啊，这些毒素啊，真的很快就会让人死亡。那现在吃肉吃多了啊，特别是啊近代这经济的发达，科技的发展，人们吃肉啊真的是餐餐呢都是肉食，不像古代，古代是啊一年到头这逢年过节的时候啊才吃点肉啊，现在是天天像过年一样啊，大鱼大肉。所以呢就造成身体很多的疾病。最明显的这个胆固醇太高了。心脑血管的这疾病啊，硬化的疾病。这个风湿、高血压、血脂过高等等。这些病症啊，都是跟吃肉有关，而且还有很多的肝病、肾病。那么现在得肝癌的人很多，肝硬化的很多，啊，尿毒症啊、肾病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身体的毒太多了，肝解毒解不过来，它就受损害了。肾也是这样，排毒排不过来，它也受损害了。所以知道呢，吃素啊，对身体有好处啊，我们就喜欢吃素，啊，甘心吃素。而且呢，吃素对环保有很大的好处。现在啊，几乎是所有的科学家，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在呼吁啊，要环保。这温室效应，这近年来已经啊，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导致这个南北极冰的融化，全球气候变暖。这主要是啊，跟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大有关。那么要知道啊，吃素可以帮助二氧化碳排放量啊降低。
因为你吃肉食的话，这个肉来自于动物，要养动物要消耗能量，动物也要排出很多二氧化碳。动物排出二氧化碳比植物要多的很多倍。这个据专家的统计，一个人假如他一天是吃素，那么他排放的这个二氧化碳，这个会减少，减少到多少呢？减少到啊，相当于人种180棵到360棵树木，这些树木啊，所这个吸收的二氧化碳啊，这么大的量，这人吃一天的素食啊，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那么如果吃肉呢，就等于砍伐了180棵至360棵树木，让这些树木啊没办法吸收这么多的二氧化碳了。这就是说呀，我们如果能够吃素吃一天，就等于种植了180棵到360棵的树木。这是在二氧化碳的降低的这个程度上来做的指标。所以可见得吃素啊会带来很大的环保的利益。这是在释法上讲啊。那么至于说这个佛法上来讲，我们就更了解了。吃肉是啊杀生啊，肉食是从杀生得来的。所以吃肉就参与了造杀业。这里面的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真的，你吃他半斤呢，来世要还他八两。那吃素帮助我们呢，养慈悲心，不忍心呢这些动物啊受到残害。动物它都有啊灵性，它也有啊知觉，也有血气，也有父母兄弟。跟人有什么两样？只是形体不同。那我们要把它杀了吃了，就等于啊吃自己的这个父母兄弟朋友一样。因为过去生中很可能他们都是啊我的父母兄弟朋友。那么道家也讲了，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佛家也讲，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众生与我一体。所以吃它就是吃自己，杀害它就是杀害自己。所以学道、修道都是以慈悲为本，大菩提心都是从大慈悲心当中啊生出来的。所以修行人为什么一定要啊戒杀吃素啊，就是这个道理。那现在的天灾人祸这么多，实际上啊都是由杀业造成。所以印光大师在民国初年就极力
提倡大家吃素念佛，吃素少造杀业，念佛帮助这些众生解怨释结，能够化解灾难。那么至于老人家啊，这位老人家他吃素吃了很多年啊，那么自己呢发现呢，最近吃鸡蛋喝牛奶啊，身体缺少蛋白质，那么医生建议说喝肉汤啊补蛋白质，那么他身体很虚弱补不过来，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们要晓得。这个蛋白质缺少不是因为啊补充的少，而是因为吸收的少啊。啊，身体已80多岁，这个比较虚弱。所以这个蛋白质啊可能进到体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和吸收。因为身体它就是一部机器，它这个能吸收多少它就是这么多。如果你要补充的很多，它也是吸收不了，还是要把它排出来。所以啊我们要懂得如何能够帮助身体这个消化吸收能力的提升，而不是啊只是在蛋白质量上给它加多，再加也未必能够吸收。所以可以，如果是老人家他能够稍微做一点活动，身体如果能够起来，可以绕绕佛做一点很轻微的身体的活动，这是呢帮助提高这个消化吸收的能力。那么在床上也是可以念佛，每天如果能够有一些固定的功课念佛，如果没事可以数着佛珠一串串的念一万也好两万也好，自己定个功课。那么念佛如果能念出声，这也用声音这个冲击身体内部的这些肌肉，也是一种良性的运动对于老人家增加胃口提高这个吸收的能力也是有好处。所以蛋白质我们要懂得，其实植物蛋白比动物蛋白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吸收，所以在虚弱的时候尤其不应该补太多的动物蛋白，应该以植物蛋白为主像这个豆蛋白这花生如果老人家没有牙齿可以吃点像花生酱这些不用咬的或者是呢这个其实植物里面也有很多的蛋白质，并不是说只有动物上才这个身上才有蛋白质。我记得我看过一份报道，是讲植物蛋白的品种种类比动物蛋白的种类还要多。那么这个关于缺钙的问题，很多人也有一个误解，认为说喝牛奶呢就可以补钙喝骨头汤就可以补钙。其实钙它分活性和非活性的钙。
像如果是这牛奶，已经把它煮开了，肉汤啊这些啊都已经这个经过了煮，高温，就钙的这个活性给破坏了。破坏以后，身体就很难吸收这些钙，它等于是像死钙不是活的，很难吸收。在身体里面呢，这些动物的蛋白还产生了酸性的血脂，酸性反而这个血脂反而会让身体之内的钙流失这是我看到这个专家的这种分析报告所以喝牛奶多反而容易让钙流失就好像在美国在澳洲在新西兰这些牛奶产量很高的国家反而他们的老年缺钙的这些病特别多原因就是这喝牛奶并不是真正补充身体里的钙牛奶本身钙很多但是这个钙不容易在人体内得到吸收反而有助于体内的自己有用的钙质流失所以你看看这全世界的动物没有哪一种动物是喝别的动物的奶的那个小羊就喝羊奶小牛就喝牛奶没有说小牛去喝羊奶或者小羊喝牛奶就是人这种动物就喝其他的奶这都不符合自然那么这些鸡蛋这也是现在的鸡蛋呢都是在鸡场里面呢养的鸡生的蛋这些鸡从出生开始一直到长大都是给它喂的这些激素抗生素种种的化学药品所以它生的蛋里头含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激素化学药品太多了对人体有很大伤害所以吃多了也没好处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法里讲的种善因得善果我们真正发起慈悲心吃素戒杀这是修无畏布施无畏布施是因健康长寿是果因果绝对不差要相信这个不必担心到 晚年身体不行反而吃肉到晚年身体不行吃素的晚年身体都很好你看我们的师父上人吃了56年的素现在到晚年82岁了身体硬朗健康体力精力非常好跟年轻人一般墨学也是吃了14、15年的素身体也是非常好自从吃素以后没有患过什么大病伤风感冒也不必去医院看医生喝点水休息休息就好了而且感冒也很少真的没什么病没有看过医生这都是吃素带来的好处修无畏布施你肯定得健康长寿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晚辈今年19岁，现在刚刚高考完毕。在晚辈呀，这里呢有两个啊，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啊，老师，我和妈妈都有发心，当人生过了中年，该努力奋斗的、该尽责的都完成了，就一心一意的求道，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现在妈妈想让我到国外学习，我也想到国外啊求学深造，学工商管理，一来可以在社会上有所作为，更加可以啊为社会谋福利，帮助很多人。可是现在有很多条件都不允许，虽然亲戚都有啊这个经济条件帮助我完成学业，可是家人并不愿意。而且家庭很不稳定，我不怨恨任何人，我知道这是自己应受的果报，而且人们正是无明才这样。如果不是佛陀的教诲、师父大德和前辈们的苦心教育，弟子也不断的啊犯错。所以我有成就，第一会帮助他们明心见性。我很佩服钟博士。不知道能否请钟博士告诉晚辈，您是如何取得在学业道德上的成绩？不管做什么，都希望可以利益众生。不过到哪里学啊？不管到哪里学，都要精进努力。不管前路如何，我都抱有希望，怀着感激之心，尊崇佛陀教诲、圣贤教诲。那么，这是一位呀，19岁的孩子啊写来的。问题，这个一个人啊，他的吉凶祸福、功名富贵啊，都是啊有命中啊注定的。就好像啊，明朝的袁了凡先生，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孔先生给他算了命。把他这一生的吉凶祸福都算得非常的准确，那么他真的就按照孔先生所算的来走这人生路，丝毫不差，可见的真的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地，他的福报都是啊前生啊修来的，不是这一生啊要怎么样子去攀求得来。想要这一生改造命运啊，命运能够啊越来越好，功名富贵乃至自己这个学道能否成就，这都要自己啊去把握。总的原则就是断恶修善，由断恶修善呢，渐渐提升到破迷开悟，再渐渐提升到转凡成圣。所以，我们是年轻人，要把断恶修善摆在我们重要的位置上。对于这个能否啊到国外学习，这当然我们知道是一种啊福报，这个是世间福报，也要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那么心里不必呀太多的执着，有执着就有苦恼，一切啊要懂得随缘而不攀缘。何况古人讲得好，福兮祸所依呀，祸兮福所伏。祸和福它都是啊
相依相连的。很多人以为到国外学习，这是个福报。没错，这是世间的福报，但是福兮祸所依呀、这福里面可能会带来祸。福中可能埋藏着祸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分析一下，到国外求学深造，国外他能有没有啊学习圣贤教育的缘分？这个缘分有没有在国内学习这样殊胜？国外啊，不知道你到哪里去，如果到美国，那么美国的这个媒体、电视啊、网络、杂志啊、报章啊，种种的这些媒体当中啊，有很多的污染，杀盗淫、色情、暴力，这些污染很多。那么出到外面去啊，难免会受到这些污染。我们是发一个善心呢，想要求学深造啊，学习工商管理，这是学商的。原来墨学也是学商，也是学工商管理，也是在美国读书。那么在美国就肯定会受到污染啊，所以我在美国学习多多少少也会染上那些竞争的念头，这些这个追逐名利、追逐名闻利养，这些污染了也要好多年呢、才能把它洗清。如果不是啊，天天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经，天天有固定的功课，那想要回头很不容易。我那时到美国留学去，我22岁出国的，在国内中山大学完成了学士学位。才出国，我母亲不希望我过早的出去，而是希望我把大学读完再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啊，年纪太小就出去啊，肯定定力不足，污染又大，那会堕落的。出去之前，我们就学佛了，就有啊。一心想求生净土的这个愿，每天有听经，自己念佛读经，都有固定功课，修持的时间呢这每天也不少，所以到了国外才比较能够远离染污。那么我的生活非常的简单，因为呢，这个自己没什么钱，也不会有什么妄想。其他的同学，他们有点钱呢，去玩乐。那我在美国大学有奖学金，每个月呢有$800。那么这个钱，如果是自己用，应该说是可以过得不错的生活。但是我给家里给父母寄回去$300，每个月寄回去，自己留下的$500，这生活就要很节俭了。而且每年要回国探亲，自己从这一点奖学金里省下一张机票的费用。所以吃用都很节俭，用清苦的生活
就可以砥砺自己的志向，心就比较专一。我自己规定自己守着七条戒律，叫七步。这七步是什么呢？第一，不看电影电视。第二，不逛商场。第三，不穿奇装异服。第四，不留长头发。第五，不乱交朋友玩乐。这第六，这个不乱花钱。第七，不谈恋爱。这七步戒律规范着自己，所以一心就扑在学业上。除了学习以外，就是听经念佛。所以在美国读书的四年呢，实际上真有点像修道人的生活。这样子才能够免于被社会的污染。但是污染肯定也有。你比如说心里难免有这个竞争的念头，在美国是竞争社会，你靠本事出人头地，你要争不过别人，你就被别人踩在脚下。所以这些不良的思想也能潜移默化，会腐蚀人的心灵。学佛听经听久了，学久了，慢慢的把这些不良的思想洗涤干净，把名闻利养放下。所以最后我的师父上人劝勉了我离开美国到澳洲去。当时我们听师父的话，虽然美国政府当时给了我这个杰出教授与研究人员的这个绿卡，但是我们也毅然放弃，不想待在美国。我在美国德州大学教书，那么辞掉了这个工作到澳洲去，在昆士兰大学任教。澳洲人就比美国人要淳朴的多，他的竞争的这种思想比较少，因为他这个国家是个福利很好的国家，即使是你没有工作，你也享受政府的津贴，所以呢，大家呢就比较的松懈一点了，这也有好处，所以竞争的思想没那么严重，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环境了。在这个环境里面又学习了四年，我在大学教书，同时也是每天听经念佛，跟我母亲在一起，母亲是我的良师益友，每天跟我一起做早晚课，一起听经，一起研讨佛法，所以我们在澳洲的这个生活也很简单，除了完成学校的这个规定的工作，教学研究以外，平时时间呢，都是在佛法里熏陶。这样四年以后，师父上人呢，劝导我们改换呢工作，不要再从事这个大学里教金融了，教工商管理了，应该从事圣贤教育的工作。我们在师父上人的鼓励下、引导下，也就放弃了昆士兰大学终身教授的工作。
本来教授给我，这个大学给我终身教职。这终身教职就是像现在国内讲的铁饭碗，只要你不离开学校，学校不会解雇你。但是我们认识到了，要对社会带来最大的福利，帮助最多的人，不是啊，去教工商管理，不是教金融，而是啊，从事圣贤教育的工作。古人所谓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工作是第一功德的事业。所以把世间的名闻利养放下，对这个啊令人羡慕的工作也不留恋了。现在重新开始啊，来学习圣贤之道。但是自己觉得已经啊上路上晚了，这叫做等于是啊半路出家了啊，不像是从啊年纪小的时候啊就开始走这条路，走得正，没有啊偏斜，少受很多污染。所以现在如果是啊再重新走一遭，假如我现在19岁有现在这样的缘分，能够啊学习圣贤教育，那我必定啊要选择走圣贤教育之路。啊，那么当时因为呀，没有这个缘分，啊，虽然呢也学佛，但是呢，第一自己的思想境界啊没有那么高，啊，第二呢，这家里人也不能够完全接受，啊，所以我记得第一次啊，我在美国见到啊师父上人的时候，当时我24岁。正在呢读博士，我向师父上人请教，我们年轻人在念书如何啊把佛学好。那么师父上人给了我两条建议，第一把书读好，第二读无量寿经。简简单单的就这两条，我也就依教奉行，认认真真的把书读好，因为呢这是啊父母的心愿啊，他希望我能够拿到博士，能够将来当教授啊，所以这个父母亲的志向啊，做儿女的是应该去实现。在实现过程中要尽量的避免染污，避免堕落，这就是平时修持。所以读无量寿经这就是修持，每天能读上一部，听佛的教诲，提起自己求生净土的这个信愿，天天熏陶一遍呢，这就日久天长会带来很大的力量。所以早晚课啊，每天读诵的功课不能小看它。它是一股啊很重要的提升我们境界的力量。啊，哪怕是平时读的时候好像啊很多的妄想，心也不专一，读的质量不好，也没关系，也要读，天天坚持读，这就是啊
日久天长产生了力量，产生效果。平时也要多听经，不忘啊自己这一生啊，来这个世间做什么，要有这种使命感。你说希望这一生也能够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这就是一种使命感。但使命感要天天的自我提醒，保持初发心，保持自己啊这个愿不退。将来自然呢就有啊这个因缘，让我们呢能够实现这个愿。所以《了凡四训》里讲的，修身以四志啊，要好好的修养自己的德行，提升自己的学问。四志，四就是等待，等待啊机缘的到来，等待佛菩萨的安排，内心里呀是清净的，没有攀缘，这样子啊，这个这一生也就算没白来。等到晚年回头看一看呢，这样走过的人生路啊，也就很有意义，而不是像世间人那样啊。浑浑噩噩，在纸醉金迷的日子里啊，度过这一生，那就是真的太遗憾了。所以啊，这是给这位年轻人呢啊做一个啊分享啊，希望呢啊共勉啊，这一生不忘初心。这个不忘啊，求生净土啊，这就是能得到圆满、有意义的人生。好，我们下来再看呢、另一位大德的提问。尊敬的宗教授啊，阿弥陀佛，为我的母亲向您请教两个问题。第一，我的母亲今年68岁，信佛20多年，平时也念佛，从今年3月起至今已有近100天不能正常饮食，现在连水及糖果都少吃了。她每天念佛诵经，一心求生净土，现在不信佛的人来看她，她都拒绝。我的父亲来照顾她，也要她离开，说影响他清净的修行磁场，子女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才好。请问钟教授，他是否有往生的迹象？请慈悲开示。这开示啊，不敢当。像这位同修母亲呐、这种情况，那么有可能啊是有往生的这个迹象。我记得我的外祖母啊，姥姥啊，在1994年她往生的，在往生前夕啊，也就是大概3个月左右，她也是不能够啊正常饮食，也是吃东西啊越来越少，到最后只能是啊喝点稀粥，饮一点呢，这个像那个麦片呐、这非常稀的，很容易消化的这些食品，不能够吃啊，那个有比较有颗粒的啊，有这个体积的东西都很难咽，这个吃下去啊，消化。那么在往生之前，
常常呢都排便，那么有时候呢也会这个排到床上，当时我跟母亲呢护理他，就常每天最后的那一，我记得最后的一周，每天呢都给他洗这个屎尿，这是老人家在往生之前，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不能够再接受更多的补充了。你看，他的消化吸收能力已经降得很低了。所以吃了什么东西马上排出来，不能吸收，身体也就越来越消弱，气脉慢慢的也就虚弱。这都是人生老病死它的自然的现象。那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就要升起警惕。可能是离往生的日子不远了。我记得我姥姥在往生前一周，基本上是吃不下很多这个东西了。往生前的两三天，也就是喝点水，吃多少就拉多少，身体已经没有任何接受营养的能力。那人吃不下的时候确实，可能他阳间的福报也就快尽了，世寿也要到头了。那个时候，马上要准备开始助念。当时我们呢，也没有这样的书生的因缘了解净土，刚刚学佛。当时我是在读《地藏经》，我跟母亲也都读《地藏经》。于是呢，每天呢，就给姥姥送一部《地藏经》。那么姥姥如果有精神，就把姥姥扶起来，坐在床上，他老人家也拿一部《地藏经》，那我就在旁边呢给他读，他就听着我读，跟着我念的，来看经典，因为读他读不出声了，这样子给他熏习佛法。那么，老人家是一位非常善良、贤惠的女性，真的是贤妻良母。她跟我的外公60年的夫妻，很少有这个跟丈夫吵架这些现象。每天都是给自己丈夫做饭，端洗脚水，这个服务，带大了4个儿女，也是含辛茹苦。可是老人家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叫过一声苦，非常的这个安于自己本分，所以他的为人妻、为人母这个义务尽得很好。印光大师说，往生净土要做到16个字，所谓顿伦尽分、贤血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我的姥姥可以说顿伦尽分、贤血存诚做得非常好，这家里都非常的和睦，儿女也都很孝顺、很贴心。因为呢，在他的这个培养之下，虽然他并不是有非常高的学问，
啊，他是读，在过去呢，读女子师范中专，也是有文化，但是呢，并不是说非常高，可是他的德行，他的身教感化了儿女，儿女们呢都是很孝顺，兄弟这个儿女们都非常团结。我母亲是最小的，晚年陪着他一起过日子，也都非常孝敬他。老人家一生啊没撒过谎，没有啊骂过别人，所以这顿伦尽分、贤贤存长啊做得好，可以说是啊善女人。到晚年，80岁以后啊才学佛，他84岁往生的，就学了这么一点，种了这样的善根，结果最后临终的时候啊，母亲带着我为他念佛诵钟，他断气往生以后，又给他念佛助念呢，念了1天1夜。到第二天的中午啊，才给他呢换衣服，发现他全身柔软，这个面相啊非常的好，带着笑意啊往生的。那么他往生以后第3个礼拜，我那时还在大学念书，我自己做了个梦，梦到呢。他跟我讲啊，他在梦中啊，他跟我讲，他说他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让我也念佛送他一程，那我在梦中呢说，哎呀，那太好了，马上就给他开始念佛，我记得他是坐在他的一个老屋的床上，双盘，结跏趺坐，当时呢，我在梦里还觉得挺奇怪的。因为我的姥姥啊，年轻时代啊，腿受过伤，她双盘是盘不起来的，单盘都盘不起来。她在梦里竟然是双盘结跏趺坐，我就觉得不可思议，那也没问啊，就给她念佛，大声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结果这个念佛的佛号把自己给叫醒了，我这一醒过来一看手表，哦，晚上。3点钟，这个时候呢，大概是我的姥姥啊往生净土的时刻。